彰滨工业区服务中心30日举行县西区服务大楼落成启用典礼，提供进驻厂商更优质的服务。县长魏明谷强调，县府积极招商引资不遗余力，欢迎有投资设厂需求的业者洽询县府专业招商团队，县府将提供全方位单一窗口客制化服务。这栋的大楼的启用，对将来我们对于产学合作或者是厂商的服务啊，都能够提高很好的服务的品质。这个服务中心既然成立在这里，就是要为各位厂商来服务，希望这边的场地、这边的设施、这边的服务能量，希望各位县西区的厂商能够尽量来利用。县西区内厂商涵盖美日韩德商及大陆回流台商，进驻产业多元，发展蓬勃。服务大楼落成启用后，将提供厂商更优质的服务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县西采访报道。